看大爱下播新闻，我是陈怡君。爱护地球哦，咱首先来关心生活当中有真侪手机啊的充电线，也够有听爱只耳机线。其实内面哦，真有可能有一级的地感不洁。环保团体最近调查，85%的充电线拢使用了 PVC， 也就是聚氯乙烯这种材质。真有可能会溶出了塑化剂，提起烧也会排放掉大澳星，对环境也够咱的身体拢有危险。插上充电器为手机充电是每天都会做的事，但是你知道充电线的材质可能会对健康带来危害吗？看守台湾协会近期针对市面上充电线材的进行调查，发现了其中85%拢使用一级地感物的 PVC， 也就是聚氯乙烯。PVC 的材质对生产甲废气会产生聚乙烯塑化剂。代号新等等有毒的物质，若是每一天来接触，将会对健康带来非常的担忧。因为 PVC 它本身会添加塑化剂，那塑化剂它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溶出来，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摩擦的时候，在接触物品的时候，就会可能就会接触到塑化剂这样子。内层是绝缘层，外层是包覆层，好，这个是内外层都有测到充电线，都有测到 PVC。检测结果中间有真侪三 C 的大厂，参像阿苏斯、索尼、帕拉索尼克等等，拢被检出含有 PVC 的材质。看守台湾协会呼吁政府甲业者采取行动。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像是电子线材这种东西，也可以列为，其实也可以列为公告应回收物。如果是提高PVC 的那个回收清除处理费的费率的话，可以引导业者去采用比较安全或者无毒的材质这样子。希望透过公开的检测，开启各界的对话，渐渐淘汰 PVC 材质的使用，为消费者的健康多一层的把关。台新闻万家宏台北报道。2001年，苏州的肺癌患者陈霞在做一个骨髓治疗科配对成功。不过，迄当阵中华也无法度直航哦，直接飞，所以台湾的做一个志工，若是送骨髓，就需要先飞到香港，转机到苏州，才有法度将骨髓送到飞。迄当阵哦，也有电视转播做一个抢救生命的过程哦。恢复健康的陈霞，除了积极帮助朋友以外，18年后伊也来到了花莲警署警辖表达感恩。今日的花莲朱姐警署警辖感染到朱姐的人员，伊是来自苏州的陈霞，是当年头一个接受台湾骨髓移植的病患。那在2001年的4月份，当时说，这个慈济骨髓库配到了相同的骨髓，而且是一个大我4岁的哥哥，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终于能够我的生命能够延迟下去，而且我未来我还能够去孝敬父母，还能够去完成我的理想。讲起到这段重生的姻缘，陈霞回忆起当时甲亲人只敢会当配对到。因为有了朱姐的骨髓治疗科，终于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找到了希望。如今健康活着，伊就亲像一粒小太阳，固定到病院为朋友来鼓励。现在在苏州呢，也帮助了很多的白血病人，而且我们在全国各地也设立了很多的爱心站，然后包括我们也成立了基金会。18年后，陈霞终于来到心灵的故乡，也因为这段受随之爱，激发伊更加深的发心志愿，要持续在故乡尽全力帮。做白血病友，重新找回生命的希望。台新闻范丽昭花莲报道。这礼拜拜六就是教师节，花莲主在大学附属中学中学部举办了感恩大会，要来感谢老师平常时的参加。铺上红毯，学生囡仔看到老师，就参像你行星光大道同款，感谢师长平常时辛苦的教导，师资一刻更加光荣。学生囡仔准备一杯好的茶，亲自奉上。感恩老师唔拿课业的教导，日常生活嘛处处展现关爱。也奉茶，谢谢，祝你教师节快乐。老师我爱你，教师节快乐。住在附中有380多位的自行义德，陪伴学生囡仔度过迷茫，是人生旅途中间真重要的导师，也是学校师长上界坚强的后盾。除了给脑力、能力，那么最重要的
还希望我们能够给孩子温度。事先之间有爱的串流，透过简单的仪式，也让孩子可以学会感恩和尊重。台新闻陈根木华联报道。红叶保护协会最近举办了亲子的环保活动，来到了组织环保站，体验到清净的源头。原来回收啊是需要经过了真侪复杂的处理，才当再利用。听说地球除了减少使用，上好是卖使用哦。大家也做回来到了海边，亲手来捡垃圾，守护清气的大地。大手牵小手，净滩力量大，志工引领捡出一地的垃圾。红叶保护协会提倡环保落实生活，来到组织环保站，心灵洗礼。我现在如果说有那种购物的欲望，我就会想说，我不要买好了，就是它真的是多的，然后又是塑胶制品，我就尽量觉得说能不买就不要买。社区它可能就是全部都收走，我们可能不知道说它的那个分类原来其实是有这么多美感，有一些东西我们以往不知道它是回收物。那我们可能就浪费掉，真的做到非常的详细啊，包含说像颜色啊都分类啊，那也让我们知道说这样的回收很辛苦，那但是这样子回收也是为了地球，为了后代子孙更好。少喝饮料就不用杯子，就用带杯子去装。不管是便利超商也是，你要真的拿到一个没有塑胶的地方还是蛮难的，所以除非你们的意识要很强烈，真的要从内心去出发。由来而外的体悟，亲子共同面对垃圾减量的大课题。台新闻彭惠美、黄敏祥新竹报道。镜头转到了马来西亚，组织志工啊推动环保观念到银行，邀请到工作人员、查到厝内人啊，大家斗阵来做环保。现场志工详细介绍，鼓励大家在生活当中例行减碳。24位银行职员带着厝内底的人，伫公司的顶下卡做环保。他们们用什么让大家来帮忙？supaya kita dapat sama-sama menjaga alam sekitar kita untuk anak dan masa depan bumi yang lebih baik。暂时放下繁忙的工作，搭伫资源分类的服务，志工现场讲解，职员嘛听个非常的入神。dari biji ini kasar dia jadi biji ini halus, dari biji ini halus dia jadi benang.Lepas dari benang, benang boleh jadi apa? Baju教导孩子最重要啦，因为如果孩子不做起的话，地球会越来越糟糕啊！我们也要以身作则。落实回收的分类，对企业和员工，再来到家庭，每一个人小小的行动都非常的宝贵。台新闻精神秘志工赖玉珍，马来西亚报道。最近印尼森林大火造成了真严重的空气污染，在丹戎巴莱吉里汶岛这边哦，虽然讲不是讲真严重的酷热，不过啊，居民的生活已经受到了影响了。组织志工就来到了街头，也有校园发放了一万的口罩，要来降低污染对身体的危害。组织志工站在街路当中发放嘴安，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是主动停下来接受水淹，空气污染的问题实在太严重。Asapnya terlalu tinggi, jadi hari ini bagi ke kendaraan gitu. Saya tengok ada anak-anak yang kadang-kadang batuk gitu, jadi saya suruh bagi kasih pakai. 接受印尼拿火影响，丹戎巴莱吉林文岛，大地咧大雾当中几日间，居民已经明显感受到身体无爽快。Oh, sesak nafas kita.Kurang sehat gitu. Batuk ya pastinya. Iya. Dampaknya sendiri. Susah juga, susah bernafas. 志工计划发放100个嘴安，降低污染的危害。Di sini kan nggak ada hutan, tapi ada asap. Berarti kan udah parah pak kebakarannya kan. Itu mudah-mudahan cepat. Alhamdulillah bagus. Saya simpatik sebagai pahlawan.kita semua buat untuk memberi masker ya oleh
si pengendar. Tại đây chịu trái, đến lùi mà đàn ý bình an. Tại xin mừng Hoàng Trị Trái, A Lý Sư Mạng, Yên Lý Bộ Tổng.以上就是台语新闻的部分哦，也還有其他的重要消息，咱继续将时间交予国语新闻主播李文。观众晚安，国语新闻部分来关心一下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北部是发生了规模 5.6 的地震，至少造成有26个人死亡，有700人受伤，还有大量建筑物毁损。另外呢，还有监视器是拍摄到民众在逃离家中的时候，不幸被崩落的墙壁砸中的画面。一阵天摇地动，民众拔腿狂奔，有人就差那么一步，直接被崩落的建筑物砸中，现场尘土飞扬。巴基斯坦北部发生规模 5.6 地震，深度只有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震央在密尔波附近，距离首都有120公里。地震后，部分地区马路整个爆开，破碎不堪，裂缝绵延好几公尺，还有汽车几乎悬空，场面触目惊心。这起地震也造成超过700人伤亡，民众回想起事发当时，仍心有余悸。मैं रोड पे खड़ा था, तो जोर से धमाका हुआ, हर चीज हिलने लगी, मैं आराम से सड़क पे लेट गया.好几公分厚的横梁、墙壁破碎倒塌，砖块外露，大量房屋毁损。医院外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现场相当混乱。一夕间天人永隔，家属难以接受。当地政府已经派出军队、飞机和医疗团队前往灾区救援。喀什米尔地区2005年也发生过大地震，当时造成至少8万人死亡，300多万人无家可归。大新闻黄静婷编译。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国际机场是发生了火警，航班是被迫取消，有好几百名的旅客滞留，相当无奈。机场大厅外，许多旅客是拿着行李在苦苦等待。而发生火警的地方呢，就是在机场的离境大厅，疑似呢是在一家商店起火。受到影响的航班呢，是主要是飞往美国还有拉丁美洲的国家。而机场公告，航班会在25号恢复正常。不过，起火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来调查。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呢，受到这个农民火耕的影响，今年以来已经有9万多公顷的林地是付之一炬。阵阵白烟往上窜升，马达加斯加的农民火耕整地，每年都会上演，也让政府很头痛。Les nutriments de la terre s'en vont.Donc, il faut éviter à tout prix de brûler la terre et faire du culture sur brûlis n'est pas une solution à long terme. 根据当地政府，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9万公顷的林地被毁，但是非政府组织估计，实际可能高出2倍。Pour sauver l'environnement, l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à Madagascar, il faut savoir sanctionner, parce que jusqu'à maintenant, on n'arrive pas à sanctionner les contrevenants, surtout les grands.由于玉米和花生需求增加，加上南部干旱严重，许多民众逃离，都让西部地区森林滥垦滥伐有恶化趋势。On a vu qu'on sait quand même qu'il y a beaucoup de migration maintenant jusque dans les aires protégées et les aires protégées deviennent une destination, on va dire, privilégiée parce que c'est là qu'il reste des bonnes terres.除了火耕之外，马达加斯加因为非法出口红木与黑檀木。过去60年，损失44%的林地。英国有专家指出，贪腐与贫困加上环保意识薄弱，当地每年丧失约20万公顷森林，恐怕多数热带雨林会在2040年前消失。大爱新闻吕芳编译。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呢，举办城市纽约，也因为了这个主题，是延伸了气候周的行动。不同的组织呢，都提出了关切地球暖化的行动策略。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与纽约的气候周同步举行，有超过200个以减缓全球暖化和提升气候变迁意识的活动在纽约市举办。一个以用心聆听我们的地球为诉求的活动，强调以静坐沉淀的方式用心和地球对话。So my name is Charlotte, and I'm here to share a movement called Listening to the Earth, which is inviting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join these kind of events like the Climate Summit in spirit through a moment of meditation and connection to the Earth. 生物保育组织制作虚拟实境的海洋生态影片，让观众身如其境，直接感受海洋生态的危机。One of our VR films takes place in Raja Ampat, West Papua, and it takes viewers underwater. Told by a former fisherman, now conservation scientist, that works with us at Conservation National, and really reconnecting with the ancestral sort of connection that they've had with their ocean. Amazing, you see whale sharks, manta rays, and it's just teeming with marine life.It was incredible. I've never done a virtual reality movie before. Having the headset on, feeling like you're actually there, and looking down and looking up, like seeing the light above you and seeing the fish swim by you. Our hope is that when people watch a movie, they feel inspired and really empowered to take action.The importance of being here at Climate Week is that we're building up the energy, the momentum, the motivation, but also the awareness that this crisis is something we can act upon together and resolve and even grow from collectively. 从科学到人文，各界人士来到纽约，彼此交流创新的想法。纽约的气候周让人们对地球多增加一份责任感。大新闻加森蒙海梅纽约报道。接把镜头转回到国内，高雄市是举办了女力市集，透过二度就业的妇女呢，让这个手工艺以及专业的技术能够有发挥的舞台。在其中呢，单亲妈妈吴淑华在社会局的这个辅导之下呢，是成功的当上了木工老师。上面有涂蜂的。仔细和顾客介绍，摊位上许多精巧作品。不假机器之手都是吴淑华手工制作。身为单亲妈妈，卖自助餐20多年，但对木工情有独钟，现在全心成为木工老师。像我最近就是想往教学这个方面，他们会告诉你一些教学方面的企划怎么做。啊，每个人梦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自己知道你想做什么，他们就会帮你慢慢的去辅导你往你的方向前进。五彩缤纷的手工馒头好美味。唐静怡35岁时回归家庭，如今50岁决定创业，想重返职场却显得陌生。是坦白说，我刚开始要走出去跨这么一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困难，会很胆怯、很惊慌、很害怕。可是老师给我一些心理建设。从刚开始的他只有单一个只有产品，到现在呢，其实他们都已经有一些自己属于自己的店面，已经开始在创业，那自己的客群也比较稳定。透过参与社会局妇女计划，他们找回了自信和成就感，从家庭回到职场再出发，二度就业一样能完成梦想。大爱新闻郑展运、萧红树高雄报道。老人家要活得健康，活得有活力。台北慈济医院的医师是前往中山八德环保站教导骨松健康操，也在这个福和桥下面的永和老人会定期的共餐活动当中来推广牙齿保健的观念。你这样蹲下来其实会蛮痛。台北慈济医院复健科医师耐心解说如何搬重物不伤膝盖，也教导大家怎么做保健。长者们听得认真，因为很受用。我唔知影啦，但是我会做这个动作安尼啦。今日听到才知影，讲赞。不懂嘛？啊，今天有医生来指教哦，觉得也收获了，真的得到很多的那个知识啊。运动的姿势。中山八德乐龄学堂邀请专业医师来说明，还教导大家做健身操，好学又易懂。开手，原地站，牙
它会导致口腔癌的。如果你问的是这个，一般来说不会。可是如果你整口都是牙周病，久了全部牙齿都掉光，也是很不理想的。同样在福和桥下，永和老人会定期共餐活动，在用餐前，台北慈院牙医师先为老人家们解惑。问得很好，就是常常会听到有人说会不会去洗牙，然后珐琅质就越洗越少，越洗越薄啊？其实是不会的。座谈中，我们的大哥大姐非常踊跃，想把他们，这对那个刷牙啊，还有保健的方面呢，想要了解的比较透彻。讲解牙齿保健的重要，也带着大家动动手脚，气氛愉快又轻松。这个是对他们真的很期待，就是有，因为老人家大概都是喜欢一起大家吃饭，一起热闹热闹这样子。个个健康又开朗，这里是没有老人的老人会，再次翻转大家对老的认知。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台北综合报道。比邻上海的江苏昆山是一个富庶的江南县城，有众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工作者。而当地的慈济之工在2012年是启动了对前景小学助学金发放与关怀，而最近家访的两个小学生，都是因为家变因病而贫。临近上海的这个花园小区生活环境水平富裕，但三年级的小新因为父母和奶奶触法入狱，姑姑承担起照顾小新和弟弟妹妹的重任。现在的话只有接受现实，怎么接受也没办法，只有这样子，你不接受过，你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这个钱，不用我不开心的小孩子一天的是的都受影响。慈济之工的关怀气氛温馨多，小新还表演了一段拉丁舞，洋溢才华自信。很乖的，有暑假自己主动积极的写写作业、练练字，是吧？有。美就是要从内而外的，对吧？真的好孩子。另一个小区的助学生小俊，一家经济来源全靠爸爸打工。但大部分费用都用在看病、吃药和房租。本来因为爷爷身体不好，你们曾经全家人都回过安徽，回过了吗？就是想让他在当地读书，等于学费便宜一点。是是是。后来就是他身体不舒服，这家因病致贫。你在家帮不帮爷爷奶奶做家务？有时候我带我弟弟。啊，带弟弟那挺好，你自己的事都能自己做哈。对。啊，喜不喜欢我们来看你？喜欢。为什么？因为我的学费可以少一点了。小小年纪就懂得要为家里减轻负担，希望体贴的孩子学习和生活也始终保持乐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徐华、童如堂江苏报道。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陈家宝26岁时候呢，发现他的脑部有肿瘤，由于肿瘤的大小就像网球那么大，历经2次的手术，留下来的后遗症是导致他全身瘫痪，还丧失了语言能力。平时呢是靠单亲妈妈一个人来照顾，而他的体重呢也从50公斤增加到70公斤，母亲没有办法独自抱他下床，而邻居呢是向慈济人来提报。志工则是找来仁医会的复健以及语言治疗师协助家宝来进行复健。我爱你，我真我爱你哦，你的。他在开刀了，做了手术几次，才成功。已经3年了，现在慢慢恢复。慈济仁医会的人也来看过。家宝，1、2、3，物理治疗和复健是最重要，然后当然语言治疗，让他能够学习那个语言上的沟通。等一下啊，上下为一，不是1、2，1、2，不是你数，坐，快点，1、2，你没有数到，继续坐，坐到10为止。我一直很渴望我女儿快点可以站起来，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他，那么他又怎么办呢？所以我很渴望，很期望有人可以帮助他，协助他，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的。啊，对，追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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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点！哦，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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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大家互相
组成一个不同的有不同的专长、不同的成员来做一个全家的那个陪伴，还有协助是非常重要了。直接等他来叫你讲话，好不好？好啊。你几岁？对了，他现在是脑伤是右手边的，所以影响他的语言的表达。唱歌的话用另外一边的脑。对，我们治疗师一般上都是。会看孩这个感恩户本身他的能力去了哪里，然后我们会从他的能力那一边开始去提升，好、哦，希望他在生活上可以可以得到哈、哦，就是有效的帮助和有效的沟通。家宝听按摩说他已经有3年没有庆祝中秋节了。所以我们志工们就想到今天来帮他庆祝中秋节。我想不如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问题，我本来是感觉到很绝望。你爱我，你要勤劳一点，不要懒惰，你有自己做运动知道吗？叫我思念到如今。法国巴黎是连续15年响应无车日的活动，埃菲尔铁塔以及凯旋门附近道路是封街了9个小时，只有身障人士的车辆才能够通行。新闻最后就带您一块去看看无车日现场的状况。以上就是这节新闻内容，感谢您收看，再会。